凌晨差不多点半时阵，哦，啊，就拄帮诶师傅带，然后就先打到二十个诶水卡来倒做一挂工作，就三个吧啦，落地吧啦。妈祖到北港朝天宫进香，第一天晚上突然住驾大甲镇南宫，镇南宫不关庙门，方便信徒参拜。粉红超跑内的白沙屯妈、山边妈，再加上大甲妈，难得的三妈会聊一夜。白沙屯妈在去年有来这天家，啊，有大约十七八年前嘛有来这住家。去年有来个水灶啦，啊，唔知啊这回来。都吼，甲咱带到即摆六点吼，所以吼足欢喜的吼，卖遐久才来啦吼，嘿，吼较常来，吼来当吼是上年，当年拢来上好啦吼。清晨六点銮轿起驾，白沙屯妈祖銮轿继续走进大甲小镇后再往南。天空飘着雨，信徒们穿上雨衣，热情不减。沿途更有不少人摆出点心，各式早餐，还有远在彰化的信徒忙里忙外，准备了7000人份的午餐。凌晨差不多点半时阵，哦，啊，就拄帮诶师傅带，然后就先打到二十个诶水卡来倒做一挂工作，就三个吧啦，落地吧啦，啊，遐一挂。彰化妈祖联谊会炒了好几锅的高丽菜米糕，还有彰化最知名的控霸崩和热腾腾的汤品，通通要载到台中去，给淋了雨的香灯脚们吃饱饱暖身体。上午粉红超跑来到了沙鹿鹿寮，中山路双向都是香灯脚，虽然大塞车，但附近居民跟其他用路人倒是觉得场面十分难得。中午銮轿停驾在鹿寮成衣广场，信徒们也跟着稍微休息。我会持续每年这样出来施善。沿途还看到了有单亲爸爸带着儿子每年来发饮料，还特别请厂商做了这早日脱单的包装，顺便挂牌征婚，求妈祖赐良缘，希望觅得有缘人陪伴一辈子。TVBS 新闻陈其君、陈志忠、彰化台中综合报道。